如果女朋友的喉咙不舒服，那么男朋友要记得做这个给她喝哦。切片的金桔加点冰糖，腌两个小时以上，再用小火慢慢的熬煮它。熬得越干，储存的时间才会越长。趁热装进密封罐里，放进冰箱。喉咙不舒服的时候泡水喝，酸酸甜甜。风雨漂泊泛起的回忆怎么解，女孩子别总抱着奶茶了，让男朋友学着做一碗这样的牛奶红豆粥吧，比奶茶好喝，暖心又暖胃。像奶油一样香浓软糯的玉米糊你吃过吗？这个玉米糊配料表只有玉米，打开是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，只需要开水冲泡，浓浓的玉米味扑鼻而来。